这总是有个科学的解释嘛。刚开始几位网友发现之后呢，大家调回去看这个画面，就发现果然如此，这边紫那边紫，而且只有美国队紫，这也很奇怪，立刻登上了热搜哦。在比赛结束之后，而且注意到哦，比赛结束到颁奖中间大概有半个小时，这个半个小时的颁奖仪式上身上还在紫，紫色都还没有退，所以现在美国队大家说叫紫薯队，要变成紫茄子了。那现在呢，不只是中国网友在讨论，连外国网友都在讨论，说比赛结果太让人惊讶了，是不是训练得太狠啦，身体在抗议呀，缺氧啊等等，还惊动了国际奥委会啊，但是奥委会四两拨千斤，密切关注。也有人去练，去问美国队，美国游泳队是这样回答的，由于训练强度很大，身体疲劳所导致，也一直严格遵守国际反兴奋剂的规定。美国游泳队知道大家在怀疑什么，所以他立刻告诉大家是严格遵守规定。但不管如何，因为大家就觉得好像同一个场次只有美国队紫，其他队都没有紫，而且游完半个小时领奖之后还在紫哦，这个看起来怪怪的。包括刚刚那位袁浩然，他说是不是因为中国转播，他说有一个频道咪咕嘛啊，刻意给他调色，意思就是说中国队是黑了美国队吗？但是大家回去看那个转播，就会发现同一个场次里面也只有美国紫，你是可以局部调紫吗？啊，当然我说这中间要不然就是技术问题，要不然就是身体问题，要不然啊，大家最不无法想象的就是禁药的问题，哪种禁药会是连紫呢？这也很奇怪。我要同步问一下委员哦，还有巴黎奥运尴尬时刻来了。因为阿尔及利亚的这个选手夺金，那夺金之后呢，就要想起国歌。问题是，人家过去历史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国歌的歌词是这样的：法国啊，你们的大势已去啊，我们将你们的章节写完了。法国啊，算账的日子已经接近，准备好这个回应我们的反击，超级尴尬。这个跟大陆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一样的。对。也是一首电影上演出来抵抗法国的电影的歌曲所延伸出来的抗日义勇军哦，就是那个年代抗日的风云儿女的电影的主题曲。那只是这个主题曲里面没有说日本两个字，对对，没有点出来。那如果有日本两个字的话，那中国队跑到日本去比赛，东京奥运放了这一首，东京奥运日本会疯掉。当然就是又有趣又尴尬。又反映历史，但这个是因为他们有这种传统，那拿来当国歌，而且是阿尔及利亚普遍的，它不是国家强叫你唱的，它就是像《义勇军进行曲》，刚开始也不是大陆国歌，刚开始大陆国歌什么国际歌啊之类的，是到了后来很晚的时候，因为这种电影的东西人人会唱，会唱的太多了。那就而且又很有意义，就拿来当什么当国歌。阿尔及利亚情形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的，就是那些战士们啊，每天在唱啊，跟为了跟法国殖民军队对打嘛，然后唱一唱就变成国歌啦。哦，这个很多国家多多少少会有这种经历跟案例，只是因为事隔境迁了嘛。那时候也没想到会有这一天，应该不是这一次，只是这一次新闻报道而已啦。是啊，因为。有趣的是，阿尔及利亚现在为止跟法国的关系不算太差，啊，不算太差，互有往来哈，那一切好像很多计划都合作的，可运动场上还是要播啊。对啊。那你不能说因为你法国不爽，我就把国歌改了。对。那国歌也不是这一代人，是上一代人，那抗法义勇军就在唱了。啊，唱习惯就拿来了，对哈。对，所以历史的轮转有时候真的是蛮捉弄的啊。哇，就像你看那个俄罗斯每次阅兵的时候，不是有三支旗帜吗？啊，俄罗斯国旗，那有一面红，那个时候红旗哦，是当时插在那个什么柏林那个国会大厦上面那一支旗帜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军旗在上出来，你有注意到它出来的音乐是什么？神圣的战争，那神圣的战争里面讲什么？就打德国。那如果德国大使战会不会很尴尬？不，这个就历史所造成的，你也知道，默默去习惯了。对，这历史造成的。那紫薯是什么造成的？紫薯一定是用药，至少我是这样认为。是吗？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制度这样子规定，就是说我检查运动员的兴奋剂哈，他不是任由这个检查人员爱怎么检查怎么检查，他就是有规定这一类的兴奋剂，在名单里面呢，他才检查391项。对，好处是说检查人员不会滥权，大家没有争议啊。那坏处是说，要是有别人用391项以外的呢？之外的，对啊，那就难讲啦，那就难讲了哈。嗯哼，那谁比较会想到392项呢？一定是 USA 嘛，对不对？这还有谁，对不对？我说我当然会这样认定，在做兴奋剂的这个制药技术上，我们不可否认，美国在这方面比大部分国家都先进。嗯嗯，这是啊，这个因为药品，他们美国是投注了太久的历史、太多的经费、太大的药厂，慢慢去发展出来的。比如说那一位 Knighton。美国的短跑选手，他被检测出有着全波龙啊，我去了解一下，全波龙就是一种很特殊的有雄性激素的类固醇。哦，谁会想过类固醇跟雄性激素绑在一起啊？对不对？然后你说他是食物污染，我老天啊，这个药可能很普遍吧？啊哈，这样听懂的话吧，对，是啊，那刚好他是在391项里面的，那。有没有390？有啊，对，我问过一个药物专家，什么这一类的东西，什么391项，产量比较大的而已啦，那其他的多的是啊，对，那没办法，我们就照规定来啊，如果是规定以外查到了，你也拿不能拿它怎么样啊？但当时万万没想到会有这个副作用吧？对啊，没想到，全部都是莲子啊，对啊，就是个画面实在太明显了。对，那我刚开始其实因为我们自己从事电视工作，也在怀疑说会不会是因为调色的关系，但你回看就发现别人都没有啊。对啊，对啊，对不对啊？而且这个手背的颜色正常，脸的颜色不太正常，这也蛮奇怪。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其实是气色好，肌肤保湿做得好，气色自然漂亮。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